得起来吗？我是文杰。说起武汉的夏天，就是虾子蹦蹦和鱼桥，果仔青岛和烧烤。上一回果仔跟大家安排了，今天我要安排自己的烧烤。今天烧烤呢是海鲜烧烤，比较得我的胃口的。我比较好奇，哎不对，我是好奇，啊到底是，好不说了，走走走走。楼上有位坐吗？楼上有的。有位坐是吧？对的。哦，我的团购那个券可以用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用是吧？上面报销一下。啊，它是几亿达生蚝，您需要什么口味的？可以搭配两种口味。两种口味。你看一下，有肉蒜蓉、菠萝芝士、青蒜磷虾、黑椒菌菇，总共四种口味。哪一种比较好吃啊？蒜蓉跟芝士基本上是必点的。蒜蓉芝士是吧？好，那就你听你的，蒜蓉和芝士一样一半吧。可以的，给您个小票。嗯。今天晚上6:20，说要等，说要等十，等20分钟。我来一打岔都不想说了，是吧？等待的时间，东喵喵，西喵喵。一是蒜蓉，一是菠萝芝士。好好，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到了。芝士巨生蚝，就是芝士菠萝，就是蒜蓉。这一袋是12个，我在某一个团购网站那里看到的是59块钱，59块钱12个。像我们这种内地生蚝特别贵的位置，我也不晓得该划不划来呀。芝士菠萝巨生蚝，芝士巨生蚝，芝士的味特别浓，这里有菠萝颗粒，然后有个菠萝呢，其实这边就是那种酸酸的，有一点酸酸甜甜的味道。相比于传统的生蚝，这个应该属于是溏心版的吧？传统的三种生蚝。手在抖。我拍它一会啊，看到的生蚝肉大不大？上面的全都是芝士，还有菠萝。我把肉挑出来。看。还可以吧，不算特别大，但是也不小，正常。其实这边外面卖海鲜的特别多啊，烤海鲜的也多，但是像这样就一个单品只卖生蚝的，然后它可以选几家店的话，上下两层啊。这是我好奇的原因，就是过来吃的原因。我觉得如果光吃这个芝士巨生蚝的话，这种芝士的那一种啊，许多的就如果连在起的话，就会有点凉人。有两种配料的话还不错，因为这三种就会有一点微辣。阿公高层。吃完了，一个人吃一大刚刚好。我们是喜欢吃海鲜的，因为是高蛋白，吃了不长胖噻。你们那边还有么子适合夏天吃的东西？可以留言告诉我啊，我一定去吃。好了，今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